美女，美女，你吃的是红薯吗？这个可不是红薯，它是我们家乡纯手工制作的糖霜柿饼啊。哇，那这么好吃，给我来一箱。一箱也要不了这么多呀，咱们这里啊是产地，很便宜的。来，打开你们看看瓶子，个个呀流心流米，软糯香甜的。如果朋友们真心喜欢吃，下方小黄车十几米就给你发满满一箱。